不行，叫姐姐怎么行？这怎么不能叫姐姐？一心妹妹啊，让你见笑了啊。没事没事，那要不嘉玲姐你带许少回去休息啊。对对对，我呀就是过来带他回去的，住到别人家里休息终归是不太合适啊。是，我呢也要马上去上班了，你有需要直接找我，许少的伤我会负责到底。哎呀，一心妹妹啊，真是一个好姑娘，你的事情啊我会放在心上啊。谢谢谢谢。妈，你别费心了，我不回去。你怎么能不回去？雪少，你在我这儿确实不太方便，你跟你妈妈回去还能照顾好你。我不回去。那我让方一多来把你带走了。一心妹妹啊，你看小孩子啊就是不太懂事，咱们做大人的那他真的是没办法。是，没事没事。你怎么这么晚还在这儿？喏，香草蛋糕。你看许少的时候啊，你的眼睛会笑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？我哪知道啊，我只是刚好买了蛋糕，也刚刚好路过而已。小屁孩，你就装吧你。我怎么瞒不过你？你搞什么鬼呢？你有这闲工夫，给我好好呗。那我们可以合照吗？勉强同意吧。好了，你走吧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看着你的背影离开，到家了给我发个消息就行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没法叫车。这么巧吗？走，我送你。就你这小电动啊？小电动怎么了？我车技很好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。喏。这什么？我上次刚买的，我就觉得总有一天你能用得上，所以顺带刻了个字。你还真是幼稚。哎，你就说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吧。行吧，不过换一下，我载你。好久没有骑车了，手痒。嗯，姐姐就是姐姐，每次都不按常理出牌。行。嗯，你车不错，马力很足，不过你还是小朋友，注意车速。我注意车速。嗯，你刚才都快超速了，是不是有点离谱啊？雪少，你追我的这三个月是不是你追女生的最长记录了？说吧，准备什么时候结束呢？ No no， 我与你之间只有开始没有结束。是
什么土味情话？哎，我说。放心，我喜欢你。做我女朋友好吗？你答应了。小屁孩儿，从哪儿学的这种霸道总裁的告白方式？一个香草蛋糕就想骗个女朋友？做梦吧你！快回家吧，每天来我这里也不嫌麻烦。放心，我下周还会来的。莫名其妙啊你！我说真的。徐少朋友圈你看了吗？什么朋友圈？看看，你快看看。啊，一心妹妹啊，我特意炖了鸡汤，来尝尝。嘉玲姐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哎呀，我们家许少不是一直想继续深造的吗？原来定好要去法国读研究生的。出国？啊，对呀。可是啊，最近我们家的傻小子突然就改变主意了，怎么也不肯出国，非要留在国内。一心妹妹啊，你看有机会能不能帮我劝劝他呀？可能是看到朋友圈特意打来敲打的。林姐，您的意思我明白。哎呀，那太好了。一心妹妹啊，你放心，你对我们家许少的好我是看在眼里的，只是他现在太年轻了，前途的事情啊最重要，你说对不对啊？是。你帮我好好劝劝他，让他暂行出去读读书，你们俩之间的事啊来日方长。你放心，林姐，不会好好跟他说的。哎，那我还有点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行，您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哎，不用送，你趁热喝啊。好，谢谢林姐。他根本不知道他这么一发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。真的吗？可我觉得这是你的甜蜜的负担。甜蜜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甜蜜啊？爱情这种短暂的东西还不得我自己来。对不起，我要去美国了，不能和你结婚了。原来定好要去法国读研究生的。这种感觉我想想就害怕，我已经 PTSD 了。我不想再尝试了。我喜欢你，早就是公开的秘密，你是我人生的课题，每天都很用功学习。Thank you.